盖伊这个屁股。好，我是盖伊。今天我跟波波要来挑战一个运动项目，看一下我今天的劲状。哇，这个腿。干嘛鸡突？哪边鸡突？臀部吗？没有，胸。这个。总之呢，我们今天要来挑战双人瑜伽。双人的？没错。那你为什么？双人哦，我还没有试过跟光头。想要解锁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跟光头双人瑜伽。在我印象中，就是双男女家应该是一男配一女，对对，就是一男配一女，一重配一轻，对，在下面的那个人，因为他体重比较重，活动度比较好，力量很大，要把上面的人撑起来，上面那个人要在上面平衡住，这样子，盖伊体重比较重，盖伊会在下面哦，对，可是我活动，因为我喜欢在上面，哦，怎么了？不是这个上下的问题，不然是一个活动度的问题，我还蛮期待的。期待双人运动，双人运动，对 对，我也期待你们两个表现。那我们就赶快来开始吧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老师 ，April 瑜伽教室的两位瑜伽大师。哇、嗨，我是 Kevin， 我是 Jin。大师好 ，Namaste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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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都不会，就会这个。今天啊，是我们两位要来挑战这个双人瑜伽动作，就是。你们两位吗？对，会有我们两位做动作上的示范，然后让你们来挑战。就我们两个，就体重都两个接近80的，有办法做到今天的挑战动作？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因为我相信你们的腿力很强啊，而且你们可以支撑对方。这么说我就放心了。我们做到最难满分5颗星的话，今天大概抓到3到4颗星。哦，太难了吧？从一颗中上阶级，对，就从1颗星大概到3到4颗。哦，所以今天有人会帮忙的设计一些动作，对，然后可能最一开始是简单1颗星的，对，慢慢到3到4颗星，对，没错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我们第一个动作的话是设计跟健身有关系的，所以相信我们应该会驾轻就熟，有肌力就可以做到，对，没错，比较吃力量。那我请问一下，这个人体硬举如果是1颗星的话，那是大部分的学员应该都可以完成。对你们来说1颗星。标准是以我们来说，对，没错。这个动作关键或技巧在哪？因为这个人不会像杠一样是平均的，所以他左右施力会有点不平衡。那我们一只手会扣在手腕这边，另外一只手会扣在大腿内，大腿内侧。对，那下面的人就保持身体都是很，然后手要抓住，对，紧绷的，人杠合一。然后就发力往上。放下的时候记得轻轻的放，我不能摔掉。对，不能摔掉，不能摔掉，不然住户会抗议。我要手要这样子吗？手要抓住，抓住，抓住自己。对，这次扣好，交叉扣住。然后肩膀要夹紧。好，哇塞，可以的，硬举实力。在这个动作，我是觉得他会把我推掉。不会啦，那超恐怖的，很难握哎。对，手对不对？握很难，因为他我都感到是用扣的，然后你大腿跟一个木头一样粗，我没办法握。那我等下我怎么握你？我可以啊，可以，我等下把大腿弄紧一点，抓你的内收肌。好来，他是不好扣，不是因为我只有关手，要夹出来。哇！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双人的话，尽量保持你身体是直直往下的。就如果你往前倾，或你往后倾，而且会造成你后面往下摔。你应该在下，我先在上，然后在上，很好。这个很壮，波波感觉怎么样？好，对，我其实不知道怎么上，这个摸你的头上来，这个被可以扶他的头，被骑上去的感觉，波波。他好壮，在脚上就扣好那球。我握好这个光头 ，OK。哇塞！
突破天机了。你有看到我的眼睛？我真的，我的眼睛已经变凤眼了，超恐怖的。再蹲两个。哇，再一个，最后一个，这个，哇，这个稳定度要很好。有，哇，好瘦。等一下，对，你扣住，其实我这样就可以了，其实很稳的。其实我扣住就好了。这个腿扣住吗？对。Alright.
手没有伸到，我要伸出来了。我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恐怖啊！我等等，我靠，等等，你慢慢来，你慢慢来啊！好，你慢一点啊！慢一点，慢一点。两位老师，他们刚刚的表现算是成功吗？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成功非常多。
真的、哦？对，因为本来想要听到你们没有练习过导引，其实有点担心大家不敢不敢，或者说上去会一直乱晃。我们有良心基础，这样子彼此信赖，我们也是已经是战友了。没错，我会讲哦。这样子的话，老师能不能帮我们加码最终难度？加码这种感觉好，没有问题。我是觉得我们刚建好就收就好，就停留在我倒立成功，然后就是我们都可以做完成的动作。这个加码动作，因为刚你们倒立的部分做得非常好，所以我们会在倒立上面再加码一个动作，稍微难。倒立 plus， 你两眼睛闭起来。哇，这个来这边吗？对。因为他的肩膀会转进去你下面。哇，你也摔下来了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手伸直。哦，那我再讲。对，可以，这样我可以。OK 哦，感觉可以哦。可以哦。嘿，喂，这个我觉得可以，你没办法。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做难上加难。看，不要太有人性。完成了我们今天一天的这个双人瑜伽挑战，我整个热起来，感觉我平常重训好像都没这么热。就是我们在做重训的时候，肌肉用的力量稳定不同。对，我觉得稳定是一个非常累的动作。对，没错。问一下，就是今天两位瑜伽大师，我们两位今天这样的表现大概还行吗？我觉得非常好，除了身体表现很好之外，然后动作掌握度很高，然后有一个对我来说很不容易的是，你们大概都只有在第二次或第三次，甚至有些动作第一次的试的时候，就开始感觉到你们信任对方，然后一起完成那个动作。我们激情加速。对，因为对大部分人来说，都会需要花比较多次的练习和尝试，去慢慢跟另外一个人建立。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一起训练，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他的底子在哪里，他大概身体素质。对。那我请问一下，就是现在瑜伽这种东西，我们都觉得比较多女生来上课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现在有男生比较多的学生？现在男生有稍微比较多一点点，女生大概还是有占到七八成哦，是哦。对，那其实双人瑜伽，我觉得它其实跟一般的瑜伽很不一样。就像今天试，就会发现需要很多肌力啊，很多控制。对。所以其实双人瑜伽蛮适合男生来玩的，就尤其是当下面的时候。对，但只是说，因为现在可能大家一听到瑜伽就觉得是女生的东西，所以就还是女生玩的比较多。而且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，我觉得我非常非常推荐，就是不管是情侣或是夫妻来做双人瑜伽，真的我觉得非常好。因为不管是彼此之间可能多一个生活上的情趣，然后多一个活动可以做，就是来这边练习完之后，可以自己在家也可以做，然后彼此又更信赖对方，然后一起完成一个挑战的感觉，我觉得新的建立是很棒。对，请教一下两位瑜伽大师，就是一般我们学瑜伽，它对我们身体有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，或是可能间接的好处之类的？练习瑜伽，或瑜伽或双瑜伽，其实你的柔软度，然后你的活动度，
都会变好。那我觉得双人瑜伽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，就是可以练习刚你们提到的稳定性。对，因为人在上面再厉害的人都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晃动，所以你要去对抗它的平衡，然后去帮助它稳定。这个在训练上来说是比较少会遇见这样子的训练，然后是个很特别的地方。因为它变成说不是单一肌群，它变成说你知道用脑去控制神经跟肌肉的连接，让全身的肌群看是哪边绷紧、哪边拮抗、哪边协同，都要去做一个调整，对，才能完成一个很稳定的动作。所以为什么我说稳定练起来是最累，就是因为它需要神经跟肌肉连接，很多肌群的连接。它对我来说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你跟不同人练习的时候，比如说今天我被盖伊或我被波波，给我的感受都会不同。所以就算是一样的动作，我也需要有不同的平衡感，然后不同的肌力去协调。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比例不太一样，对，比例不一样，比例重量的配重也会不一样。对，没错，要去配合对方的身体。Kevin 老师也找到最有感觉的，对，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进行。好，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 Echo 瑜伽教室的两位瑜伽大师 Kevin、Jim、大家如果有兴趣练瑜伽的，可以来 Echo 瑜伽教室找他们两位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，就先到这边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那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跟按下订阅钮。时间该有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哦，四人瑜伽，哇，你怎么那么快就起来了？哇，好轻松哦！好轻松哦！对啊。哇塞！哎呀，绷紧，该绷紧。有。哦，哇，专业的。放手了吗？不行，放手，放手。哇塞！旋转。哇 ，Superman！ 会怕？不，不要怕，各位都做得到。哎，帅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哇，那你们两个一起双飞，双飞。双飞。哇，好帅哦！帅。